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我在《陪你到世界之巅》这部戏中饰演吉祥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璇，我在《陪你到世界之巅》中饰演的是秋英。然后会有一些小小尴尬，然后两个人都比较那种比较慢热，那种比较认生的感觉。第一次见就是拍定妆照的时候，就是有点尴尬，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因为我知道，我就在拍之前我有查过他，然后我发现我跟他都是狮子座。他吧，他就说什么，你生日6号，我5号。我说好巧。他说好巧啊，就挺好的，挺顺利的。就是有一个自行车过来差点撞到我，然后我就就这样一个360度，然后转到怀里还就。对梦想很坚持，然后不管别人的眼光，这样一直努力在做自己的梦想。痞帅吧，我断了，就有点痞痞的。然后，但是又是有自己心中所追求的梦想，但是他所给别人表现出来的还有一点小坏坏的感觉。可能秋英就喜欢他这一点吧。